说书生百物一用，谈笑了风声，只靠了三寸，服了莫笑文人迂腐横算，大度能容，偏有那一胆忠肝，一胆忠肝啊啊啊啊啊也知道自古漫漫人生路，只不过这人间世道不该拼的拼，不该负的负，也知道难得糊涂才是福，却忍不住要为天下掌声。那层层叠叠，你来我往的人情关系网，一口铜牙捣乱那肮肮脏脏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。一个年代装满了许许多多嬉笑怒骂的风趣幽默，是一纸毒笔写出那风风雨恩恩怨怨千古传奇，一步步上下同心，君臣和睦啊！好好治理我们大清国，一幅美好的图景啊！真是太好了，皇上。张打铁，不会打，上街买了匹马，买马不会骑，又去换了头驴，换驴不会套，还得去买轿。哎，行，一惊一乍的。啊，皇上刚才又出了上联，啊。嗯，你还得给对，嗯啊，对就是加个字儿，把意思变了，啊，什么呀？听好了，君恩深似海。行了，啊，这想睡个觉都找不着个地方，还对什么对儿啊？真是，啊，加个字儿啊？对。行，你说。君恩深似海，臣忠重如山，加个字儿，把意思变了，就加一个字儿啊？就一个字儿，多加了不行啊？不行，就一个字儿。这叫什么对儿啊？这个叫你管得着吗？说呀，君恩深似海。哎，西，我加了一个字了。君恩深似海西，这怎么算加字？意思没变吗？第二句呢？臣忠重如山，意思得变了。臣忠重如山。哎，呼，臣忠重如山乎？你问谁呢？你问我呢？啊。我当然中了，问谁呢你？皇上您听这话，这一点都不疯啊！啊，臣忠重如山乎？啊，问的多好啊！啊，何大人，哎呀，你呀平时不如他，你现在说他疯了，你还是不如他呀！哎呀，皇上，奴才是让着他的。哎呦，让着他。老鸡骂小鸡，你是个笨东西，让你咯咯咯，你偏叽叽叽。哎呦，这雪下的哟！你看，这一会儿都下白了，真冷。我回去睡觉了。果然，你看，他还知道冷呢。明明是装疯嘛。那未必。那您以为他真的疯了？那也未必。那逼朕看呐，这纪晓岚是在疯与不疯之间。何爱卿，你说的很对啊。啊，纪晓岚呢？如果疯了罢官，哎，如果他不疯呢，也得罢官。对呀，朕觉得你说的颇有道理。是，不过朕认为他是在疯与不疯之间，那么这罢官呢，也是在还罢与不罢之间了，就随他去吧。哎，朕先回去了，
你在这坐着念三字经啊。奴才送皇上。在似与不似之间，罢与不罢之间，这算怎么回事？哼，季晓岚，你等着，我早晚得搞明白你到底是真疯了还是装疯。啊！真是不值得，太不值得。你说我要是为皇上挡着一鞭子还行，为他老纪，万分的不值得。齐大人，嗯，那想什么呢？哎呦，我说何大人，您说这老纪，他到底是真疯呢还是假疯啊？真疯假疯全让你一人说了，你不是说他疯了吗？怎么？你现在觉得他没疯？你要说他没疯，那他装的也忒像了。可你要说他疯了，那上了殿他怎么别人不找，他就冲咱俩来呢？啊，还提了这个银妃娘娘的事儿，说我们家死过人出过殡啊。你在哪个药房抓的药？哎呀，天人大药房找洪大夫配的呀，他说是江湖的秘方呢，三天必疯。那错不了，错不了的，那他准是疯了。哎，不过齐大人，他疯了还是没疯，你在这儿叨叨叨叨叨叨，能确认得了吗？啊，哎，对对对对。老舅。谢谢洪大夫啊，走好啊。洪大夫，您是洪大夫吧？啊，在下洪仁，我们家有个病人，请您出医当诊。我在坐堂啊，不方便嘛啊。轿子都给您备好了，一会儿就给您送过来。走吧，走吧，走。哎，哎，别别，惹你呢。哎呀，您怎么这？哦，何大人。你就是洪大夫，你的医术我早有耳闻呢。哎，我问你，那方子是你开的吧？啊？这，何大人，这方子怎么在您手里？这，哎，别慌，别慌，拿来，拿来。这药方啊，放在谁手里不如放在我手里妥当啊。我问你，这方子真那么灵吗？江湖秘方，百试不爽。难道用方之人他没有疯？啊，那倒不是。疯嘛，看着像是疯了，不过真疯假疯这个说不准呐、啊、你看着他似疯似不疯的。吃了这药就应该是真疯啊。好了，那就好，找你来就是为了验验这方子。方子没错，何大人您就放心吧。那洪仁告辞了。哎，慢慢慢。洪大夫啊，这个方子尽管没错啊，但是还是要验验效果的。验验。你没听懂啊？刘强，来人，这就是按你的方子抓的药啊。嗯，何大人，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你自个儿开的药啊，现在请你自个儿喝下去啊。哎，神农尝百草你应该听说过呀，你们当大夫的就得悬壶济世，救人于生死之间呐、啊。啊，现在呢请你喝下你自己开的药啊，这就是以其人之方还治其人之身。我们要试试这个药的效果呀。安主任，我不喝。我不行，喝了灌下去。我不喝啊。
你自讨呀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三天之后你要是没疯，那就大事不好了。小鱼姐，吃饭了。杏儿，小点声，先生刚睡着。哦，您先吃点东西吧。我吃不下，等一会儿啊，先生醒了，我还要问他呢。你问什么呀？我要问他，这整块的元宝怎么就变成碎银子了？杏儿，一定出了什么事儿了。可是他现在这样，你想问也问不出来呀。就是，先生是个绝顶聪明的人，怎么突然之间就变成傻子了？这事儿啊，说不定跟齐家有关系。杏儿，你说这银子怎么会变黑了？不知道，老爷回来的时候就拿着呢。杏儿，把银子收好了，我看将来有用，说不定这事儿跟齐家换银子有关系。嗯，对，你说的没错。我一会儿就去见皇上。哎呦，那没用，小月姐。皇上总不至于袒护真凶啊。小月姐，您忘了，那真凶是他媳妇儿的娘家人，他不袒护，谁袒护呀？我看这事儿啊，老爷是管多余了。瞧你说的，要真的有事儿，先生不管谁管啊？母后，这是南方捎来的小竹笋，记得您在江南的时候喜欢这个，就让他们又捎来了。瞧你国事那么忙，还总惦记着娘。不过娘老了，牙也不好了，咬不动了。可是闻闻这味儿，也让我想起了在江南的那些日子。可惜啊，娘老了，再要跟你出去啊，就碍你的事儿了。给您煮烂了吃，不就吃个味儿吗？嗯，难得你的孝心，留下吧。儿啊，你现在不忙吧？娘想问你点事儿。什么事儿啊？外面传说，银妃的家人出事儿了。嗯，没有啊，自己媳妇儿家人能有什么事儿呢？就算是有事儿，那也不是事儿啊。没事儿更好，要是有了事儿啊，也不用瞒着我。那么好的媳妇儿，额娘也挺喜欢的，别为了一点小事儿弄生分了。家国天下，这家呀国的，别分得那么清楚。嗯，母后所言极是，孩儿谨记了。好，那额娘也不留你了。那额娘早歇着，孩儿先回去了。出来吧，都听见了吧？该问的也都问了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儿，你别心里不痛快了。多谢母后，媳妇心里这块石头可算是落了地了。多余，皇上的心里我能不知道？他除了我这个妈以外，就是惦着你了。为了这点小钱的事儿，能跟你计较吗？那就是媳妇心里多想了。母后，媳妇给您添乱了。好了好了，听说舅家来了客了。嗨，我这娘家人呐，就是多，不管还不行。我真烦死了。不过呢，话又说回来了，还能管几年呢？管一天算一天得了。母后，媳妇在宫里出门不便，凑个份子也算一份心吧。哟，怎么这么多啊？不行不行，太多了。哎，意思意思就行了。那您可就是瞧不起媳妇了。现在有机会孝敬您老人家，那也是做小辈的一点福分呢。看看，那我还非拿着不可了。哎，要说呢，我是皇上他娘，人家老以为啊，我这有花不完的金山银山似的，其实啊，能动的钱没几个。这两年
也就是得了你的便宜了。您这话可就见外了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有媳妇的，就有您的。好，我就喜欢你这知疼知冷的劲儿。回万岁爷，银妃娘娘刚才是从太后屋里出来的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这听着，约下小月姑娘。奴才领旨。舅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您别操心了。多谢娘娘费心。不过我有句话要问你，那天在街上闹事儿的是什么人？唱春园工地的几个工匠，带头的叫个什么古德利。因为什么？短他们工钱呗。胆子也太大了，这些人不除，你能安心？明白了，这事儿好办。那行，你回吧，我就不留你了。娘娘安康，臣告退了。还惹不惹姐姐生气啊？惹我姐生气的是你。嗯，臭小子，别胡说！你大力哥什么时候惹姐生气了？还说没惹你生气？一提起大力哥，你就，臭小春，胡说！来，大力哥吃面了啊！可别听他的。小春啊，赶明哥挣了钱了，让你上学读两年书去，要么什么都给误了。我有钱。吹呗。你这小小年纪，你见没见过钱都是一回事。你有钱，你不信我给你拿去啊！哎，哪去？先把饭给我吃了。我拿钱给大力哥看看。先吃面。有钱了好，哥不看，留着吧。啊！嗨，大力哥，不是想瞒你，是福是祸还不知道呢。怎么了？小春儿，前一天啊，跟人出殡的棺子里捡了俩元宝，隔天就有人二对一的换，我没换，怕换出事儿来。出殡的银子。齐家的，别跟他们换，留着吧，就当是咱自己的，该花呀、啊、你就花了它。春梅，没什么好送你的，前两天到珠市口看那镯子挺好看，跟那人到口外赶了趟脚就买去了，别嫌弃，带上吧。啊，姐别嫌弃，带上吧。去，臭孩子，就你话多。你也是，我一个干活的人，手上带着他怕碍事儿。那就收着吧，我也是看这东西啊，怪好看的啊。干嘛花这多余的钱呀？钱总能挣的，他只要你喜欢，嘿嘿，就好。姐，你什么时候当娘啊？去，臭孩子，大力哥快吃啊，别听他的。你赶紧吃，吃完出去玩去。我不出去，我要等大力哥吃完了我再出去。大力哥，你快吃啊！啊，说完说故事，下一个，这边砌墙去。下一个，哦，这边铺木料去。干什么呀？瓦工。这边砌墙去，你们三个过来。拿着搬砖去。你好。你会干什么呀？我什么都不会。去，这么说不要，走走。什么人都想来混口饭吃，走不要。哎，我会搬砖的，我一半工钱就行了。就一半？你？那成。哎，大个，你干什么呀？我也会搬砖。这么大个就会搬砖？废物！拿走。俩一根签，拿着搬砖去。啊，行行行。下一个。朋友，这不是说盖新房吗？怎么用这破砖烂料啊？新来的，头一回。嗨，怪不大惊小怪呢。
别看料是旧的，可问皇上要的是新料的银子。可这是破砖烂瓦呀，这料子从哪来的？告诉您又是钱了啊，拆的成砖的。哎，黄三哥，您看，可不是成砖吗？大明赣州府造，哎，还是前朝的，有一二百年历史了。可是拆了城砖，这城还得修。说对了，那还怕修吗？这城砖一修啊，还得问皇上要银子。这叫拆墙盖房，盖完房再修墙，修墙的时候再拆房，就这么罗圈一转，工程也不断。那管内务府工部齐的银子也就不断。可咱皇上的口袋空了，咱这些力吧也就白受苦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这算什么新鲜事？哎，这位大哥，你是爪哇国出来的吧？哈哈哈哈哈！干活，找挖国出来的也不怕，在这儿待两天呀，你就什么都知道了。耶！他们就是这么蒙朕的，你信吗？我没看见，我不相信。这看见了，嗨，不得不信了。在这干嘛？快干活，干活！爸妈。小月，哎，他们是拆了墙修房，再拆房修墙。没错。怪不得这两年内务府的银子像流水一样的。哎，还挺沉的。小柴胡汤和蟹公，半夏人参甘草丛，更入黄芩姜大枣，少阳为病此方宗。汤头哥，哎，出自何处？汤头哥啊，还不知道。哎呀，《伤寒论》呢？齐大人呢？学可以无术，但不能不博呀！啊，学而不博，那就是没见识。身为当朝一品，站在皇上面前啊，没见识。皇上问你吃，你不明白；皇上问你喝，你不知道。这就叫没见识啊！啊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用不了三天，皇上就得给你打发了。嗯。眼不见心不烦的，那是那是，这个琴棋书画都得懂点，咱皇上他好这个嘛。那是必须的，但远远不够啊。还有像诗词歌赋、昆腔乱弹，甚至蛐蛐葫芦、走狗、斗鸡、弓马骑射，哎，你都得懂啊。不会不要紧，但是不能不懂啊。哎，打个比方吧，万岁爷如果问到这药啊，这样那样的药是怎么回事，你一句都答不上来，那还成吗？都眼红宠臣，宠臣是那么好当的吗？那得博闻强记，否则那风头还不都得让纪大烟袋给抢光了啊。说起来，纪晓岚能活到今儿个也不易，我也不易呀。 啊纪晓岚，哼，这个馒头馅儿。哎呀，何大人，您今儿总提老纪干嘛？你不是担心他没针锋吗？这回啊，我让你把心放下来啊。他在您这儿？他人不在，可他的魂在啊。给。好一朵茉莉，茉莉一花儿，茉莉茉莉茉莉一花儿。哎呦，哈哈哈哈，哎，这不是洪大夫吗？现在成了洪二妞了。哎呦，哎呦，何大人，那他怎么变成这样了？自个儿开的方子自个儿吃了啊，说是三天就疯，这才两天半疯了。哎呀，而且真的疯了啊，白天晚上一副疯样子，哎，说梦话都是疯话。这回齐大人你可以放心了。哎呀，那纪晓岚他也是真疯啊。除非他没喝药。哎，喝是喝了，我看着喝的。嗯，而且每次都是牢头看着灌下去的。好好好。哎呀，他要是真疯了，咱可就不怕了。是啊。哎，对了，何大爷，还有档子事儿，下官要是了了他，可就一了百了了。什么事啊？
有几个闹事的工匠该抓了。其实那两个元宝倒不是什么大事儿，那你就去办吧。哎，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，有些事啊看见了但不一定就得说出去，是不是？比如说此事就不足以为外人道啊。明白明白。老爷，对了对了，坐那儿啊，饭呀一会儿就得，您饿了吧？等会儿啊，饭得了呀，我给您炒菜，有豆腐炒白菜，还有个炖鱼头呢，等饭得了我喂您吃啊，您别急。老爷洗手吧，吃饭前呀咱洗洗手啊，来把碗放下，哎乖，来。老爷，小月姐姐啊出去办事儿去了，我呀陪着您，您可不能再淘气了，来擦擦手。昨天呀您就不好，昨天您尿炕了，孩子刚洗的被子又得拆。老爷您现在有病咱们知道，可是也得体谅体谅我们呀。哦对了，该喝水了，沏的茶都忘给您倒了，来毛巾给我吧。嗯，别装这么多，别累着了，以后日子还长着呢。谢了哈。哎，这位小哥您贵姓啊？嗨，哪敢用贵这字儿啊，见都没人要。我叫古德利，名字起错了，天生啊就是出力的。古德利。哎，这位老哥啊，肩膀疼了吧？来来来来，我这褂子用不上，来来你先垫上，垫上。看你身子板不弱，干起活来可真不成。没想到这干活还挺累的啊。黄三哥，坏了，齐劲儿来了，怕是有事儿。哎，先放着手里的活，您过去躲躲。我看是来抓咱们的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！郭德利，怎么回事？哎呀，来抓我们来了啊！一会儿啊，你们找地方躲躲，千万别出来，千万别多事啊！啊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抓人是刑部顺天府的事儿，也轮不着他齐家呀。这还不明白？这杀人灭口。那我可不能不管了。两条腿儿，大黄牛，四条腿儿，蜻蜓会飞，六条腿儿，螃蟹横行是八条腿，小小蚂蚁是六。哎呀，喝着了我老牛！哎呦，哎呀，小公鸡两条腿，哎呦。大黄牛它四条腿，蜻蜓会飞六条腿。哎呀呵，你可真是螃蟹横行八条腿啊！我小小蚂蚁十条腿，哎呦，你九蚯蚓它没有腿，喝水出血来了。
哎，嘿，没事吧？泥鳅蚯蚓没有腿儿，嘿嘿，没事吧？没有腿儿，没事吧？又出血了，没有腿儿。姐，门外有个傻子被撞伤了。姐，泥鳅蚯蚓没有腿儿，没事吧？哟，出血了，快把扶起来，快！哎，站起来！哎，泥鳅蚯蚓没有腿儿。知道家在哪儿吗？我们给您送回去。要不给捎一下，让他们来接你来。出血了，哈。哟，这还真是个傻子。泥鳅蚯蚓没有腿儿。小川，要不咱甭管了，他家人会来接他的。现在这世道乱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！来，跟你回家啊。小公鸡两条腿儿，大黄牛四条腿儿，蜻蜓会飞六条腿儿。哎呦，小川，给他顿饭吃，就让他走啊。八条腿儿，不是姐心不好。小小蚂蚁十条腿儿，蚯蚓泥鳅啊，上我们家来吧。啊，上我们家。啊，蚯蚓泥鳅没有腿儿，没有腿儿，没有腿儿。黄三哥啊，你的棒伤药呢？棒伤药、啊、白药，白药有上好的白药，内服外用都可以。哎，哥几个你们拿去用吧，饿了吧？待会儿咱们做饭吃啊。怎么不说话呀？都累了吧？累了就歇着。是不是吓着了？这位爷啊，您不是个篱笆。你怎么知道？您不是篱笆，他也不是个小子。就算你说对了，不过现在说这也没用。哎，我们两个把你们救了，怎么连个谢字都没有啊？爷，小姐，您救了我们，我们这儿谢二位了。哎呦，谢！哎，起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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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爷。举手之劳不足挂齿。爷，小姐，有一句话说完了，我们就起来。说吧。爷，小姐，我们都是良善之民啊，多谢二位的搭救之恩。可我这几位兄弟都是有家有娘的苦人啊，二位如非要拉我们上山落草，我们应不了，还请二位见谅。落草，哈哈哈哈，上山落草，你把我们当什么人呢？啊，杜小月成了山大王了，哈哈，笑话。笑古大哥，你是怎么想的？我们俩看起来像强盗吗？那二位从官兵手中把我们抢了出来，这不是官，可不就是盗吗？我们既非官也非盗。那二位是？起来，起来，起来。这，说真话，我们把你们救下来呀，一不是让你们下大狱，二不是要你们落草，就是让你们在这住下来。小月，这院是空的吗？哦，据说这个院子爱闹鬼，所以没有人敢来住，是个荒院。那你们就住下吧，咱有言在先，大门是敞着的，愿意住就住，不愿意住啊，随时可以走。但我把话得说到前头，出了这个大门恐怕就不那么太平了。京城里不是在抓你们吗？在这住着吧，有吃有喝的。你们不是都很恨内务府吗？没准哪一天给你们机会让你们出气。他们欠我们钱啊！再问一句，二位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哎，你也不必问，我们也不会说，说出来怕你不信。哎，你们饿了吧？来两个人帮我做饭吧。快去做饭！啊、哎呀，饿的滋味可真难得呀！啊！哎，十往上你会数吗？嗯，那我得脱袜子。用哎呀呀，行，放下吧，这吃着饭呢，怪臭的。哎，饭。哎，看着也不像天生的傻哈，像后天的。嗯，嘿，你认字吗？嗯。哦。
赵全、孙李、周吴、郑王、冯陈、楚卫、蒋沈、韩杨、朱秦、尤许和吕师张。哟，你还认识字儿呢？啊，会写吗？会。孔、曹、颜、华。哈哈，金。哎哎，我叫厉小春，有没有厉字？哦，你们姓厉啊？有有有有有。这儿，啊，宁求鸾豹，甘投厉戎。厉，这是个厉字啊。哎，那你姓什么？我姓，哎，我姓那个字儿这里头没有。没有，还是糊涂，哪有百家姓上没有的？你姓什么呀？我姓不告诉你。不告就不告诉吧，吃完后回家啊。姐，我不让他走。不行，他一个疯傻子留着干什么呀？让他教我识字啊。姐没出息，上个学都供不起你。不行，他是个疯子，他哪会教啊？认字好，我教，我会教。哎哎哎，赵钱孙李，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周吴郑王，冯陈楚卫，冯陈楚卫，蒋沈韩杨，蒋沈韩杨，朱秦尤许，朱秦尤许，何吕师张，何吕师张，孔曹颜华，孔曹颜华。咦，哎，和尚，要不我们坐这儿分手吧。嗯，今儿的事儿想起来像做梦一样啊。啊，你觉得不好玩啊？好玩，可是不能经常玩大了啊。嗯，别告诉纪晓岚。不会告诉他，告诉他也没用。哎，是。哎，我差点忘了。嗯，回去要好好照顾老纪啊。好。馅儿，馅儿，我回来了。馅儿，哟，你怎么哭了？先生欺负你了？先生呢？先生呢？先生，小月姐。哎，先生呢？馅儿，小月姐，你别找了。怎么了，馅儿？老爷，他又丢了。先生又丢了？怎么搞的，馅儿？我本来在做饭，他本来坐在那垫子上的，可是一眨眼功夫，家门开了，他就不见了。先生又丢了，你怎么没看住他呢，馅儿啊？哎呀，这怎么办？这要出大事儿了！茉莉花，啊，一个茉莉花，哎，茉莉花，哎，茉莉花，茉莉花，哎呀，一个茉莉花！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，不行，刘三，刘三，刘三，爷，这真受不了了，这太闹的了，不能再留了。那给他送回去，送回去，送哪儿去啊？听我说，不管给他送到哪儿，啊，只要不要让人再看见他就行了啊。嗯，啊，爷，明白了。哎，快快快快，交给我了。别闹啊，跟我玩去啊。何大人，这几天没见着老纪，听说他疯了。我不知道，听说他成了馒头馅儿了，真是自说自应啊。那我就琢磨不吉利，何大人你说是不是？是不是都让你说了，我不知道。走了。何大人，喜公公，哎呀，瞧你这气色多好啊。怎么着，昨儿当夜差了？白天黑夜都闲不住。喜公公，今儿早晨万岁爷起晚了。昨个晚上万岁爷出宫了。跟谁出去的？就一人。没听说是什么缘由？那可就不知道。诸位阁老，皇上降下圣旨，今儿早上的轿起啊就罢了，你们回阁吧。哎，这怎么了？不对啊。得，郭大人回了，您走好啊。哎，徐公公，明儿啊我还给你带丹药来啊。谢谢您了。
哎，何大人，你给老鸡带个好啊！想他了，自个儿去啊。这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八成啊，又出事儿了。哎呦！哎呦，何大人呢？出事儿嘞！出事儿嘞！出事儿嘞！啊！你叫我来就是为了让我听这三个字吗？哼！出事儿嘞！出事儿嘞！我早知道要出事儿。我说何大人，您别转了，行吗？哎呦，我眼晕呢，我。你眼晕？你这三个字还让我头疼了。出事儿！你会说点别的不？出事儿！哎呀，我告诉你，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我何猛可能不清楚。但是每天大清朝要出什么事儿，我这心里跟蒙劲似的。哼，出事儿了，出什么事儿？说吧。啊，你看您这一催我，我倒说不上来了。啊，对对对，是这么回事儿，就那几个带头闹事的工匠啊，让人给劫走了，把他们抓回来呀。哎呦，抓住了，已经绑好了。谁知道冲出俩人来，劫了我两匹马，把他们全给弄走了。就这事儿？就这事儿？这算什么大事？至于慌成这个样子吗？说了半天，不就是两个毛贼，劫了几名工匠，劫就劫了吧，啊！天下游侠义士多得很，每天都可能出这样的事，劫就劫了，劫去落草为寇，那才省心呢。哼，看见没有？什么叫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？看见了没有？啊！要学我这个样子，出什么事都不要慌啊！就这事儿，我走了。哎，何大人，何大人，您等等。哎呀，这个浪子游侠倒不像啊，其中还有个女的，很像那个季府的杜小月呀。杜小月？哎呦，何大人，您看看，那只镖可就是他打出来的。这还真是他的镖啊，杜小月。还有个男的。男的是谁呢？是老鸡。哎呀，我不知道啊。哎，我说何大人，这老鸡他到底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又问我呀？嗯，药是你熬的，大夫是你请的，灵不灵你应该清楚。他疯了还是没疯，你自个儿可以去看嘛。哎呦，何大人呢，您去不是比我方便吗？我方便？我哪儿方便呢？那些人你怎么不就地灭口呢？哎呀，何大人，你说这事儿都出了，您说的还有什么用啊？哎呀，杜小月本官倒不害怕呀、啊，我主要是怕那个男的呀。他要不是老纪的话，那就更可怕了。喂，对不起。小姐，你看，刘全，车里边好像有个疯子。对，走，是不是老爷？杏儿，你看清了吗？车是进这古道了吗？没错。先救人，杏儿，快！哎，快！黄大夫，干了吧？就这样，把包扔起来，抓拐，再接包。来，你试试，扔包，抓拐，抓着了，没接着包。
再来。哦，还要接着包。对。接着包了。没抓着拐，再来。啊，好。你不傻，你是装的。铁齿铜牙两片嘴，百姓心。